按右键啊，直接在这个按钮上按右键啊，这边有个，等一下啊，按右键啊，然后指定剧集，按下编辑啊，就会产生程式啊。因为时间有限哦，所以我把那个程式码也给各位当参考。那这个 XML 读取啊，说真的还是有一点点复杂啦，主要会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，各位可以看到它上面要宣告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 MSXL2 的一个这个什么 DOM 这个DOM 的这个 DOC60 啊，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XML 的一个 DOM 的一个 Node 这个节点啊，一个是处理那个文件 XML 文件，一个是处理 XML 的节点的两个这个外部的元件。那这两个元件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它不属于 VBA 里面的。如果你要处理那个XML， 你必须要引用哦。那这个部分跟前面我们在处理那个这个资料库的部分也是一样，因为 VBA 本身哦，它没有办法处理那个资料库的部分，必须要设定引用项目。那 XML 也是一样，所以这里哦，我这个范例里面已经引用了。那引用哪一个啊？特别注意哦，这里的话会需要引用一个外部的元件，这个元件呢就是一个叫什么 Microsoft 的这个 XML， 然后呢它的版本哦是 V6.0， 那实际上呢它实体存在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在那个 C 碟底下的这个 System32 有一个档案叫做 MSXML6.dll 哈，那利用这个 dll 哈就可以帮助我们什么？做那个 XML 的资料的处理，那里面的话要怎么做？首先的话，我想这个因为有点难度啦，主要就是说它必须要宣告两个东西，我刚刚讲的哈。另外的话，我再宣告一个是 my role 就是说呢，我将来哈需要把资料写在哪一个位置上面，所以我这个地方哈先把这个先把它删除一下。假如说我今天希望哈，比如说我刚刚有给各位看一下。希望把这个 XML data 的这个我把它按右键开启之后用那个 XML editor 把它开起来，这里面的资料呢，如果我希望呢可以把它读到哪里呢？读到这里面来。那读进来齁，特别注意就是说呢，它的结构齁一定是一个商品清单开头，商品清单结束，那里面的话会有相关栏位的话，商品有个 ID一啊，然后里面名称等等，我要按照这个上面栏位呢，分别帮我把资料把它放到这里面来，好放过来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实际上，对各位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复杂了。主要就是说呢，我把这资料，假设你刚好客户那边给你的东西，它不是一个 Excel 档，一般都会输出成 XML 档。那你要怎么样可以很正确的把它读到 Excel 做后续的处理，这个也很重要哈。所以呢要怎么处理呢？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的部分。第一个我们要把 myRow 是要读到第几列，那一般这个地方我是在第三列。那基本上我程式第一个先把 B3 到 D7 的范围先删除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有旧资料我先把它做删除。接下来我要怎么读取，特别就要读取以后当然如果说你对那个写程式不是很感兴趣，以后这样拿来参考就好， copy 贴上就可以了。那读取的部分的话就是 set 这个地方哦，就是上面是宣告，那下面的话呢就是真的建立这个实体的物件，这个物件呢 new 一个什么呢，真的去产生一个这个 ms 这个元件哦，把它实体化，那实体化才可以去利用这一个物件去怎么样去读取这个 XML 的档案，利用它，这些有点抽象，它主要是物件导向，它就是一个物件。那这个物件呢被实体化之后，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可以 load， 有没有？它有个方法叫 load 就是载入什么？载入我们现在的同样路径底下，有没有？里面呢会底下会有个根目，底下会有个 XML 的档案，我要把它怎么样把它读进来。读进来之后的话呢，接下来再做 set 什么 set temp TMP 的 node， 这个就是我的节点。那刚刚各位可以看到在这个 XML 里面有个概念就是节点，那节点部分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可以什么收折，有没有？那收折里面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的节点，
那我必须先把这个节点放到第一个，让它一直往下读，读到没有之后就跳开了，那就等于是怎么样，把所有里面的资料通通读进来的意思。那读的方法特别重要，第一个就是先从什么呢 first chart， 就是从第一个开始读取。那读取之后的话呢，再来就是从第几列开始，那因为我希望齁，从第三列把它读到第三列，对不对？那特别重要，底下这个我想应该齁，各位有一点概念了齁，因为前面我有讲过那个 while when 啊，如果我只有教 for next 的话，可能你看到这个就会有一点点头晕的齁，还好这个有讲过齁 while when。 那 while 是一个条件，如果当 not 齁不是什么这个节点 is nothing， 所谓节点不是 nothing 就是一直读一读，哎，读还有还有，就读到最后没有就跳开了。所以齁，读进来有的话呢，那就帮我怎么样呢，放在第三列，有没有，这个买入就第三列的第几栏，第二栏，它的里面的点 value， 这个点 value 把它删掉也没关系齁。然后呢就取得什么呢，里面有个 id 点 test 的资料帮我读进来，然后呢商品名称读进来，价格读进来，最后特别注意买入必须加一，因为我要换到下一列，有没有，这个概念上之前我们的范例也有讲到。然后呢再来怎么样呢，特别注意 set 这个节点怎么样呢，要往下一个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往下一个节点，下一个应该可以理解了齁。然后呢就一个一个接，等到没有的话啊就跳开了。所以呢如果我现在执行之后的话，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把它执行起来，你会发现呢在外部的 XML 档案就被我全部通通都怎么样呢，都载入进来了，有没有啊。那顺便给各位练习一下，这边有个商品清单，商品清单里面齁，这边有一个叫商品清单，对不对，请各位齁也把它按右键开起来，开起来之后呢齁，里面呢有这些资料，请你把这些资料呢通通也是这样读到下面，从第十列把它通通读进来。那里面有哪一些呢， ID 有一个 ID， 对不对，然后商品 ID、 商品名称、商品单价，里面现在是里面是空的，应该里面有资料，应该是这个，好，你们就把那个商品清单开起来看一下，我刚刚好像 有把它动到， OK 试试看好了，把这稍微了解一下如何从外部读取一个 XML 的档案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